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罗。今天初一，这录音是第三轮，不知道考得怎么样，能捡到多少卖多少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今天初一了，干了，已经干了好几天。哎呀，这个烟好脆。哇，真的太脆了，这应该要回潮一点装，暖和一点才好拿出来。反正这杆是扯了点，下一杆，下一杆。这杆比较好，这杆就不怎么好了，很黑，你看黑色的，有黑点，灰蒙蒙的。这一炉烟是第三炉，杆数的话300杆来往吧，然后烟要拿出来放在电视房里面，我家其他地方已经没有放的地方了，那个楼上已经放了一炉，压一炉在那里。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希望卖的中局三，你看这一张的话就能卖中局三，如果它斑点少一点的话就能卖中局二，价格更高，40几块钱一公斤，中局三只是30多，你看差着10块钱。这一张能捡中局三，这一张也行，这一张不知道，等一下它软和一点打开看，我感觉还行啊。这一张应该能中局二，还是差了一点中局三。这张就差不多可以了，也没办法，你看斑点太多了。好，妈妈又拿来了，我在这里呀，妈妈去拿来。这张肯定是没多了。来看一下这杆，这杆还是中局三，这杆也是中局三，差不多中局四、中局三。这杆的话绿杂烟不要了，就是那个这烟太脆了，压不上去。我估计我在这个电视板这么大一小格，可能压不完这一炉，烟太脆压不上去。这个烟这样放不行，它这个头会把这个烟叶抽通。头朝上就没有问题了。烟夹那半炉，下面两台拿完了，你看。他们码到这瓷砖这条线这里，看子还有顶台那台嘛，看子半炉的话就是能码这么高，然后呢这里还能码一码，那我觉得它应该装得下去。现在我要去把顶台那台拿下来，看一看。你看顶台的，我拿到一杆，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黄？但我还拿到一杆丑的，就是这一杆比较丑。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样，我希望它接下来全部像这一杆一样。我真的希望。
一口才二十四杆，一口还有一杆，二十六杆。一边150杆，一路是两边就是300杆。如果买的这路买的20000块，买300杆，20000块除了300杆，一杆就是60多块钱。哎，还是贵，60多块钱。你个吃的真多。好，见。已经到烟杆了。还剩100多杆烟杆，已经，出了一半了，加油出！啊，搞定！好吧，走。嗯，烟头哪个那个手还是随烟的？还好。小高不会烤烟。只有我爸爸会烤烟。烤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，需要很高的技术。8天、9天甚至10天。要分焖、小火、中火、大火这样烤出来。那对于火色的掌控呢，要非常非常厉害，不然烤出的颜色就没办法看了，不是黄色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小高，给小高一个3连点击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知道小高拍视频给大家看，那小高非常非常高兴。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还有，明天小高家又要采烟了，非常累的一天，明天肯定是非常非常累的一天。